主题是视觉暂留。我们国小在哪边呢？在大寮区。大寮区。对对对。是啊。好。那你们今天表演的是什么歌？视觉暂留。好，来介绍一下为什么。来，吴宗伟。原理，原理。光可以对我们的视网膜产生视觉，即使当光消失后，仍然能保留0.1到0.4秒的时间。所以，当物体快速移动时，眼前的景象好像是消失了。但是因为视觉暂留的原理，我们看起来物体好像是动态的。是，啊，这个就是什么？视觉暂留的原理的东西。像这样。讲一下。介绍一下图片，快速转动就会变成看起来像是动态的。这个电风扇也是一样的原理，那只是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晶片，快速转动就会变成出现有字。彩虹电风扇也是一样的原理哦。电风扇也在变颜色吗？它原本只是三片叶片。这本也是一样的原理哦。那可以自己画就对了吗？可以。这个是你们买的，没有的是自己画。我们是自己画的。自己画的，哦，老师画的，这么厉害，还可以卖呢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这个也是利用视觉暂留的原理，像这样转动它，转动它，转动。转越多圈效果会越好，当你觉得可以的时候就放开，会看到鱼在鱼缸里面，就会产生视觉暂留的原理。你这个字是谁写进去的？那个是电脑输入的。电脑就可以输入的。你的那电风扇我知道你怎么样，那个电风扇很经典啊。你说你们这个字怎么变出来的？哦，这个通往网络科技啦，所以我们是运用视觉暂留的原理，然后呢去找相关的产品，让学生知道说我们的科学原理在生活中也是随处可见。那其实这个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商品，那只是做加以做个巧思变化这样子，让学生可以认识啊，跟生活中的结合。对，好。里面，我叫做游宗伟，是就读永邦国小5年级的学生。未来想做科学家吗？还好。哎呀，我想你未来想做总统吗？有。有在想做总统，好厉害啊！那你要当总统要什么愿望呢？我希望国家可以和平，然后国家可以变得有钱有势。哦，真的啊！那希望老师的薪水可以增加。可以。可以啊！谢谢。谢谢。